每逢季初，所有球队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。上季的赛果激烈不重要了，过晒去了。重要的是在今季踢得好，以冠军做目标。看看这一队在新一季会不会有一番新景象，是的话现在就要踢好一点了。一个这么壮观的球场真的很适合这一场这么重要的比赛。比赛开始，个波飞出嚟，阵型占优啊！跳起一顶，入网！一传一顶，相当之清脆。嗱，顶头锤呢啲嘢咧，唔系净系话斗高嘅，最紧要就系跳起嗰下嘅时机啊，争少少就好大分别噶啦。呢个波又点得咧？一个入波对场波啊，梗系好大影响啦。不过唔好就咁满足，一于整多球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揿脚地波入嚟。观众咧都好中意睇到啲球员够勤力噶。你睇前锋由前场跑翻去自己后半场嗰度，哇！佢系咁埋去追波咧，真系好值得欣赏嘅。因为好多前锋咧都唔肯咁做嘅。突破的好机会嚟噶，呢一次进攻啊到此为止啦。个波飞系咪想射呢？好波，佢哋又上翻嚟啦。我就真系同情个龙门啊，佢俾后卫挡住咗个视线，见到个波都太迟啦。
場波夠曬睇頭啦啩？呢、這個咧可以話係完美嘅反擊啊！睇下可唔可以咧再接再厲啦？試下呃埋去啦！好，而家一個傳球。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，可以解圍啊，踢埋上去，一個長傳啊，上前搶，好腳法喎、啊，傳咗入中路啦，好嚟到半場休息啦。呢場波都好睇喎、啊，兩個入球啊，兩隊各一個，我一隊可以攞到優勢嘅。看完45分鐘了，有咩睇法先？我想他都應該幾滿意呢個比數的，希望下半場咧可以仲精彩過上半場。踢完上半場咧，都仲係嚇分難解啊！比數人射到啦 ，OK 啊，都值得試下嘅。呢球波其實佢射得唔錯噶啦，下次咧。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头黑准备要射啦，入咗，搞掂呢个波入咗。但无论有几多人围住佢啊，佢都好似唔惊咁嘅。呢位仁兄好嘢啊，成只马骝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啦。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，系时候换人噶啦。我哋啲球迷咪就系等紧呢一球咯。哇！反超前实在唔简单喎。而家睇下佢哋嘅后防系咪同进攻一样咁出色先。成份俾人撞开咗，咁样就终止咗个攻势啦。試下呃埋去啦，高拿，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。嗱，班後防冇乜壓力啦，所以可以壓前啲啦。不過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險啦。菲勒安达神防守球员包得好紧，令个对手出现失误啦。试下呃埋去啦，成队波都好有信心噶，有大把体力。不过呢个波咧控唔住咧，争啲有危机啊！高拿传去侧翼，呢个直线靓啊！穿入唔入咧？睇下佢哋谂唔谂到解决方法啦吓，时间就剩翻好少嘅啫。呢一个系最后一球，第一日就踢得咁好，呢一个头开得好啊！